我想说看金碧的福气来咧，看到你啊吼，很精彩的演出，我就想到讲，哦，我介绍很多很多种不同的音乐的表现方式。金碧介绍了只管弦乐团的，比较偏向于国乐。你看到了只样片里边度啊，国乐的乐器双倍的表现，看到活力，看到了创作，看到了澎湃，看到了。荡气回肠，你在乐团的魅力了，深耕大概有超过20年的时间哈，金碧当欢喜当欢喜，而欢迎联合闽秀管弦乐团的团长李俊平李团长，团长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联合闽秀管弦乐团的团长李俊平。来团长以后，我刚刚还在跟团长讲，我说哎，魅力哈讲你嘛哈，魅力的吸烟。正统的四线腔，乃君尊，乃尊平，那有好多嘞。先讲一下他的样片吼，很精彩的演出。D I V， 这是我去年九月三号哈，去年九月三，哎，九月三都国家音乐厅的小厅，去年一只节目是花季四部曲，用那是用花一只。植物哈，但是每一年，人家都美丽啊，春天的时候它开的花，夏天的时候开的花，哦，四季开花，哎，来描写农村生活的变化，因为以前人家都土属家都会想讲，哎呀什么松竹梅啊，嘿呀梅兰竹菊，但是啊大伯都想讲，我生长的地方哈，因为人家的台湾是一张海岛，算是富热带的一个地方。所以那种比较冷的一个地方啊，吼，同啊神佛会防晒毛毛的功用。哎，正言，嘿，所以我讲啊，要下一站，那是个四季。哦，所以那去年刚刚都用一张创作哈，就把那是个相反的四季啊，把它呈现出来。所以我开始第一乐章，我就用春天的藤。用来讲呢，因为这个，因为老师有时候小时候会打你的话，就是藤条。无啦，我别讲，我别讲。那春藤的部分啊，因为以前啊是叫春天，刚刚大概我去养个蛇螺呀，吼，那一卖啦，吼，所以那个藤蔓的成长就像说生命的延续。好，跟夏天呢，我就是用荷花，因为都美丽公馆美后院里面后，荷花呀这部分大概都田都花啊，除了稻田呐、啊。乌尾啦，嘿，荷花啦，嘿，那都秋天看都菊花啦，菊花啊，还有铜锣有个杭菊哈，嗯，所以亚部分咩样的记忆当中的一部分哈，然后还有一张特别冬天，还冬天嘛该，哎呀，到冬天没有梅花，因为某妈梅花对，你讲冬天还是油菜花。哦，错，油菜田，旺旺当江啊，鬼片，鬼片，鬼满山就会哦。哎，所以我印象中呢，我四季哈，应该是按样会发哈，所以我都用那抓一种这种概念的方式去把这创作哈，这一次去年给从音乐会的主题，给人家谈到的给只曲目是哪个曲目？哦，给是云海，哎呀，云海呀，部分应该按样讲，它
是哪一只比较大型的一个创作的生的协奏曲。哦，鼓手讲的，刚刚看到有一只主奏。对，可以升嘛，三十六皇升哦，三十六皇升，对，三十六皇升。那要到 Q 人哈，它有三个乐章了哈，第一张乐章了哈，甚至开始啊，第一张乐章啊，应该是爱用咖喱山呐，哦，因为咖喱山还人家的美丽烟的一种圣山哈，以前都日本时代噶哈哈，人家的日本人讲过，又要咖喱山要暗冲给日本的富士山，嗯，所以又有供给小富士山了哈，所以要。如果填死他后家哈，嗯，开个高速公路，哎呦，你就都得看得到哈，要给他省钱，省得动奖。动奖，哎，所以啊，本来还是想讲下一下子啦，哈，用叫他名的哈，但后来啊，又想讲哦，我都嫌他狗胎的，就要变到玉山了哈。那听一下乐章都会星空啊，星空哈都。其实人家就大概安排条山路方面，嗯，你看得到的都神呢，当作神呢，都当奖。所以下面啊，印象中的童年回忆，刚刚 K 部分都云海了哈，所以一般要到你都哈狗狗的地方哈，出最看到云，哎，云海要的哈，一部分都我以前都啊，出矿坑、太湖这片啊，外公这片噶，我再接接那个宽度，哎，我再讲这片，接到要宽度安样的，所以我就把这样子的部分的东西融入我的创作里，用国乐方式，好，给 any house 有谈到的哈，古早讲联合民族管弦乐团，好，最主要就是以中国传统的国乐为主，对，佮转到今咪当重要的系呀，这个表演哈，赏心台湾，山语对不对？你音乐会成。几岁系？哦，呀，今年度啊，嗬，啊用赏心台湾嘅四十次哈，嗯，最主要都讲用赏心嚟描述嘅台湾，系，但是因为啊来自苗栗，系，所以我想体长啊，我想我介绍嘅亦都系山语，呀，山语的意思都会讲，就山边，山的一个角落，对，山边，哎呀都啲，哎呀苗栗基本嚟都有讲山城，系，因为山城，所以山里面。其他会有很多不一样的，同平原是无同样的，所以一般嘅山语一只音乐会呢，我主要啊吼，我是两只方向，那几只方向啊吼，都系还要体力反应，因为佢系山，有水，有溪流一条哈，那另外一种就是语文的部分，好，所以语文的部分呢，我有有把亚的泰雅族和塞夏族哈，有一只叫为叫奇语，嗯，啊把它标进来哈，因为亚美闪度方发生的事情，那一部分呢就是哎呀的李乔老师《寒夜三部曲》的作品了哈，呀《寒夜三部曲》的部分，我用了李老师的两个段落哈，写成了两首的声乐作品，那一首就是《土地悲歌》，一张就会《泽园春秋》了，所以，亚拜啊，用地理的环境，用人文的环境来呈现亚从音乐飞。哦，当丰富呢，虽然讲喺山语，诶，你讲山咧别啦各听听，不过别啦讲要当，诶，你要去感受诶，诶，你要去想诶，你要去看诶，要去谈诶，错冇吼？佮某个时间，新嘅叫号。诶，对。一拜新嘅叫好啊，哈，礼拜日，其实都下早头两点半，吼，所以大家冇想讲七点半咯，都冇睇到，两点半，哈，都系一个苗栗县嘅中南嗰边嘅苗北艺文中心演艺厅，对，好，给大家再好好讲。我看到你给你分享一个哈，你这个引用曹植《洛神赋》了，传达土地的故事。因为大家讲了很多嘛，讲我的团长曾经对自家的土地当关怀，还有当多感通的事情。你要不特别用曹植《洛神赋》了，传达点土地的故事呢？哎呦，讲哈，当我读到呀《洛神赋》的时候哈，那体长还相当哎。当你到了一个山里面的时候，你怎么去欣赏一个山的东西？你看到水，让我寄情于水。所以过去的文人的部分，如何去利用想象，让这些山赋予它一个生命？所以就有洛神的出现。所以你要去将你的情感寄托于这个山水。那这个时候，我觉得曹植给他文笔是在下路懂，所以，要不然俺们用亚扎的想法，好，
来从山语这个部分，空腔的方式，我也来用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模式，但是我用音符，嗯，我不用文字。那所以都要拜个过程当中，都我有讲，因为讲到土地的部分，嗯，又讲到人家体力环境的部分，嗯，同样诶，人家都这个土地啊。都李乔老师讲的哈，叫土地是母亲。嘿，你用我讲土地是母亲，因为以前要得，哎，养一群家人，我种东西，我生，那个土地母水噶哈，嘿哦，就都长不出来，哎，长不出来，噶，跟人的人都没办法养分没哈，就没有办法有果实，所以。这个部分，它就像一个母亲一样，照顾了整个部分。孕育啊，孕育胎体。对，所以以前人家就三当红噶哈，会种诗诶，好，会哦，诶诗诶，那会种姜嘛，嘿哦，嘿，所以要不然你还有丰收？哎，对，哦呀，都公共这边去办一下，有丰收。所以要种农产品的东西，其实在苗栗来讲，不讲人家就会高阶梨。嗯啊，要得咩？一有名的草莓，系哦。是最近讲，按上去了没有？你正经，人物产都非常的丰富。对哈，因为按你土地，有按你本来的养分，这样有按好音乐，这样按好音乐家，按好团长。好嘞，刚讲到土地，讲到你行啊，沉去了解到没有？你还有看到你啊，上行台湾，你啊在演出，第二阵来去让团长好好来讲一下佮创作的东西，用白用讲。国乐来创作不同的音乐，让大家感受土地的美好。莫这块带回来。非常重要，今日福起来，今日请到的是联合民俗管弦乐团的赖尊平赖团长。主持人，还有天使机前面的辅导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我是联合民俗管弦乐团的团长赖尊平。赖尊平，阿平哥你好。哎，他泽伟哥，泽伟哥，他亲切啊。人家讲到讲，礼拜啊，按情处轮胎啊，讲讲，身行台湾山语的礼拜演出嘛，我家有看到董聪也，人家咧讲草纸嘛，用俩意境，然后再讲说，有些文人他用石，他用文丝，对，你他用影哦，哈，给讲到你阿伯的演出，我家初听讲的曲目按精彩以外啊，这个意象或者是这个主轴哪里来的？我看到演出演哈，我做董神气哦。你自己一定有嘛？自己一定有诶吼。给沙下来的介绍一下，演出的演员有乜嘅特别的地方冇？好，一般人家的表演的方式哈，除了有音乐嘅乐器的协奏噶之外哈，最重要就是声乐的部分。哦，声乐的部分。因为刚刚团长有讲嘛，我们用音乐，用声音的部分来传递你的那个音乐上的想法。所以所以这次我们找了一个我们女高音哈，林婉云，林老师，林婉云林老师呢，基本上佮是台风音，台风音。然后再来，哎呀，有哎呀，钟毅老师，钟毅老师爱龙潭音，龙潭音，哎，屯泽的歌，哎，叫吗？龙潭音，龙潭音。好，再来有一个童声，那就是声音的哦，声音的，要公馆国中六年生的小朋友刘彦君，彦君，哎，彦君，主要是这曲子的部分，声乐的部分由这三位来担任，器乐的协奏，对，就由张婉瑜。张老师，张老师就是器乐的部分，对，器乐的部分，他也是声吗？对，他也是声，黄声，对，来担任。跟我好奇，老师小朋友的底背度扮演的角色是乜嘢啊？哦，一般要小朋友啊，哈，跟人家综艺老师哈，佮创一张啊，一般。曲叫做《泽园春秋》。嘿，呀，《泽园春秋》的部分哈，讲呢是二林泽园糖厂的故事啦。哦，还都日据时代了。好，所以以前啊，跟人讲啊，哈，天下天王啊，哈，
都拿糖去帮啊。你话讲都讲，这个糖啊以前叫做中糖而已，就大概俗称吼，佮变成讲佮爱拿去去换钱，但是给他收购的人呐、啊、你还不能说哦，唔数按便宜啊，买本啊，给啊本人还故意去数哈，冇办法，冇办法嘛，一扣一扣，佮有数糖而已。但是要加钱啦、啊，全部给讲，伊给你讲一贵唔对贵，啊，伊讲一便宜都冇法度哈，冇法度啦，哎，冇法度都按样哈，所以其实讲天王去做去做总统嘅嘢哈，所以要拜，但是要这时间啦哈，都日本时代其实影响党派哈，都是开始有点动乱哈，所以要拜啊，这元春秋部分啦哈，啊没从。李乔老师给《寒夜三部曲》一个部分了哈，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渊源哈，整个来龙去脉。来龙去脉，对，所以其实啊都想法哈，他卡都想有一张懂自由的天空，很自由的想法，所以啊要不然都像童声那部分了哈，主要是在歌词上面那底下哈，抢的甜当。嘿，钓诶，只有诶，比上诶素材哈，给荷巴底度啊哈，嘿，诶，只有秋色，秋来秋去，哎，对，所以一部分呢，用歌词部分描述自由嘿，人家人最向往的一个部分，哈，但是综艺老师一部分呢哈，那就把它回到一个现实的一个层面，用讲现实层面，就是说，因为，我们要遇到这种糖厂的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佮有当多感慨了哈，所以佮大概佮加歌词第一部分了哈，比如讲，都炸米哈，跑出来嘅有啲会甜的米丝，哎米丝，嘿，所以变成讲，亚总去形容佮阿对，对这个二零事件这糖厂事件过程当中，佮阿都当相。有一种吃以为空间，所以借由我们中医老师算是男高音了哈，和童声做一个对比哦，哎，让这首《这园春秋》啊哈，可以在一个情绪上也好，或是在一个整个的故事的架构上面来讲，可以更深入，而且更深入、更完整，还有一种出腔音乐、出腔传神音。文化的传承，每像讲，哎，你高喜的人，讲法本后台人谈，后台人真的拥有自由的天空，因为闲人的打拼，超毛，这种感觉，艾迪老师，我觉得老师对土地的管法真经懂沉，因为艾知道懂都不管音乐、生发、创作，任何的创作的空间，对滴人力自家的生长。蛮好，还生发底背度也好，即个协议里面也好，去找到那个东西，知道吗？那我就觉得很棒，老师在创作里的有你自己的想法。不过用管乐变成，因为一般我们来讲就是交响乐的感觉，绝对是西洋乐器嘛。你自己的搞向史也好呀，搞向国乐底背度的灵感，那除了土地之外，还有那未来哦。当然，土地的部分，我是觉得最直接，因为生长的故乡。最直接嘛，当然，人家的环境，那些人家的最直接的感染这个部分哈。所以，那以前还有下个叫 Q 尾号叫柿子红，好，你要讲呢，你的柿子边缝噶哈，可以掉一朵快乐柿子的。嘿哦，还有滴滴甜的，熟的。对，所以变成讲，你开始我都叫噶，我一张柿影稍微剁一下的哈，那个免疼。啊，其实都反脱的哈，所以哎，因为生活环境对于俺来讲，从小到大哈，我是觉得接触的懂得，还有农村的生活啊，不管是土地历史，所以刚刚都讲的，刚刚接触歌曲的亲口一句话哈，是在很也可以分享给俺家的观众朋友哈，就讲他亲口一句话还用讲，伊讲甜甜的风啊。我年年样样在采，采到爱幸福的日子多，采到爱幸福的日子多。所以一部分，俺们希望讲，比如讲，这位哥刚刚讲的，俺们用个传承下去，把俺们的高兴，俺们的生活的记忆，因为也
环境无共，无强样的，全部无强样的，好的东西咩无。无强样的，所以代表讲，代表从生意来讲，系啊，有时会有点代沟。真嘅，所以啊，代表啊，连乐团家啊，啊都演奏乐曲家，啊都会提讲，啊为什么要这么写？错，你都要骗，你有批到个味道嘛？你有感觉个调味都比嘅，系啊，感觉嘛，哈。所以其他都同样的音乐里面，几多块是。跟以前很像的，以后都会有心去了解人家的历史，人家的文化。所以我觉得音乐的部分，中央我觉得是蛮当重要。当重要哈。对。跟你看，你讲的迄生活的经验，唔是家己记忆，我都只讲经验当经验呢。你有冇想到要怎个去进修做学生的咯？你那边也拢听人讲。啊，也都做经验都台艺大毕业。嘿呀。对，台艺大毕业。研究所哎。那按摩还要时间咯，真的有样吼。那85年了吼，其实做兵做太家下，我都做苗栗，一家，所以我都苗栗家下，我都开始做一些推广的工作，实在会当摩汉，真紧啊，哈，伊做为20年哈，但是实在讲。一時間咪當到人聽書啦，咪唔係講吃牙齒啦嗬。醫生人做嘅時候，有時候你話一個階段一個階段，有時候唔講係啊啊誒學生嘅，全部轉嚟做老師。係哦。啊，所以有時候有人家都會想嗬，一個階段過去嗬，人家就行一本苗栗都咁樣善嘅，對善嘅希望。過去人家講冇音樂老師冇推廣。人家就来培育一个子弟，啊、好培育一个子弟好了，有你呢，人家也变得讲有想法，真嘅，哈，有不同的愿景哦，所以啊，变成讲前年噶哈，哈，啊都在去读书，我还没想讲，让自己可以重新的换一个角度，重新的沉淀，还是，哈，有新的东西进来，对，哎呦，我才可以说，再带给人家的苗栗乡亲。有不一样的东西，有新的东西。对，跟你自己做好三段时间，自己吃到自己很严格，对自己嘛，就对自己比较严格嘛。你也讲，人家的虽然年纪没讲大开了哈，不是讲年纪，活到了学到了，真的呢。哎哎呀，又是讲哈，又是偷数啊哈，现在呀，他偷数哈，我是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哈，因为你可以静下来思考一些比较长远的事情。对，有时候你会希望。自己做得更好，所以我觉得一段时间，2年的时间，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沉淀，然后，所以东西当到相反，每当到都好教教下老师教授，不然爱得有一点相反刺激哈，所以我想未来可能让我去，创作。再去描述有新的方式，对，有新的方向，对嘛？哈，团长懂会讲法嘛？每讲对自己严格嘛，其实哦，自己新的想法。第二种啊，说问题，对自己不知道有没有严格，但是对学生呢是怎么样？我这块第二是底，待会见。团长刚刚讲到自己读书嘛吼，算算2年时间够当讲嘛，成功起你啦，就拿到学位了吼。不过转来出来讲讲，按多年来自己做多转去做学生的，你汉教学生的方式应该系蛮强样的，是吗？以前人正转去教书噶，年轻气盛，系啊，都真的是当严格了哈。当然。所以你讲搞音乐的部分都会，以前人家老师用的要求我们，人家都会很反应的本能，都讲人家都没有要求学生。系啊，但是某相当够哈，讲人家都变成讲，在推广教育过程当中哈，太严格或者太严肃，反而得到反效果。对，反效果，压身也用以前冇咁。系啊，以前人家都冇做好打，哎打，老师打你咧，终于唔啊，终于唔敢讲，唔敢讲。爸爸妈妈喊啦，劝讲哦好啊，老师冇好，再来再处罚。对啊，所以一下变都讲，尤其是靠音乐，没得讲音准节奏，要有这种东西，对靠音乐也是。不容妥协的哦，而且是最基本，对，最基本的。但是你换一张角度，对一般人去偷书偷装来讲，你讲，
有唱安阳的人有一朵沙啦，吼、啊，行庄也人有一朵沙。个、嗯、音乐对大部分人讲，其实目的系乜嘅？我有想过，对哦，吼，所以咩冇记住个唱安阳，系 啊, 啊，所以。人们一般给像借由了解音乐的时候，去抒发自己情绪的时候，可是你却给他一个这么难懂、这么要求严格的一个或是很严肃的方式，方式对，去建构他去认识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用那么严格的方式去建构他，怎么会去喜欢？所以慢慢的我就会觉得说，有这些东西不能强求，嘿，我们应该告诉他们，这些基本的东西，它可以让音乐更美。如果你可以做得到，哎呦，导演，音乐的表现都会很好，所以，导演呢，今年没告诉我们哈，亚哈生意呢，没妈唔得，所以做唔得咧，做唔得哈，计较学生的啦，如果是亚生意，妈唔得，跟住讲到人来咯，人来个吉他耶，亚狗神啦，狗神咧，应该讲。刚满十八岁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你的乐团付出很多时间，自家要爱去读书啦，虽然讲你阿病呀，按很多事情来做，对呀，来也教学方式，教育方式呢。哦，我有两只来，他也来的，其实学音乐啦。哦，学音乐，学音乐，都是去来大提琴，来大提琴。那今年高三，那我那个小的哈，他今年是国中二年级，还没来耶，还没来耶。那他虽然他不是走音乐，但是他从小他也是在音乐班里面学小提琴啊。那到现在，我想法是讲啦，就音乐要懂东西啊哈，都像茶一样哎，就像是车里面的音响，其实虽然不是。主要的配备，但是是必要的一个配件。是，所以我就觉得人可以懂得欣赏音乐，欣赏美好的事物，这些东西都是很幸福的。没错。所以，那他也是对于音乐，他有特别的喜好，有天分，可能有遗传到你哦，可能有样，对。所以，给从小给弹音乐比较好，那五六岁加下吼，你弹一种音乐比大概两班钟，对不对？你都是坐定，就非常安静，乖乖的欣赏，你都唔会吵。哦，当然的咯。五六岁啊，我有的会唔去音乐会，佮可能十分钟你就想吵咩咧哈，哦，就讲翻嘛嘅。但是佮从小佮音感没懂好。哦。佮弹歌嘅东西，佮都嚟写出来，就嚟来出来。懂厉害哦。所以佮走这个音乐的方向，我是很鼓励哈。所以。他也是自己喜欢，所以应该用功，只要他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，我们都全力支持。莫做坏就好。哎，对。你讲安尼，爸爸有几好诶，还会送生日成年礼。哦，对。送物件，佩嫂都送一台车、一部手机，也还物件一个女朋友，没有弄错过。你送什么给儿子？哦，其实应该讲。去年的十月九号，你用公公，然后记得讲清楚。好，你送什么？哦，那送一只 Q 的币。哎呦，一只 Q 的币，这个无价。两个来的哈，两个来的。看一下，哎呦，用 Q 用暗眼刀。有，哎呀，很帅的儿子哦。我想认真的时候做什么事都真的很帅，有很像你耶。好，两个 Q 的黑马该 Q 的，几个？呀嘿，哎呀，恒春民谣对对叫《思想起》嘿，好，特地写一首 Q B 啊哈，在十八岁的原因是因为给我去德国读书的，所以出国去，当然那不用是很舍不得，一定舍不得啊。然后做家长觉得说，你会讲呀哈，都哎呀台湾。那到淹死，哎呀，就有乜个问题，哎，就做得。哎呀，转来，哦，一下挨去开业。哎，都当防骗，但是一下变成讲去德国家下暗烟，环境同台湾要对。冇强要。哎，佮本来是学英文，后来佮高中家佮香港去德国家去学德文。佮一直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。很棒。哎，所以我们也支持他，所以一摆佮去家下。啊，对一种想法啦，就讲我把思想起写出来送本机，那希望给都德国家下，
如果上多加有嘛个不如意啦哈，或者有一点不是那么顺遂的时候，用亚种 Q 呗，我们是很支持他的。爸爸就是爸爸，对江铁龙来讲激发好不好？那哥哥哈，嗯，加油。什么事情都会有困难，重要是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困难。到德国去，就尽力把你的才华发挥出来。我们等着，我相信我们会有一天合作。我带着我的乐团，然而大提琴的协奏就是你。两岁爱好。哎，我都好感动哦。其实，出来呢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可能有上是无安清楚的陪伴哈。不过，即个摄影出来有他自己喜欢，然后你就让他去飞，可是又有点舍不得的时候，你那个心是很纠结的。唔讲爱相机，唔讲爱去当清楚嘛，一定提供自己爱做嘛该，我相信佮一定会非常非常成功回来。我们也很期望父子的合作，这是多美好的画面啊，超美好。哎，多种人哦，讲到自己无卡瘾吼，又讲到第一没有你按动念，你听有啲没有你懂感情，你知道吗？是，系啊。像二十年代吼，当然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当然我很感谢这一路上来。非常支持乐团的所有的乡亲朋友。那我们刚开始草创的时候，其实没那么顺利了。对，因为开始我做了苗栗，我想法都讲怎么样可以给苗栗一些不同的东西。那我也都引高啊，所以我想讲用引高去改变一家地方应该是挺好的，因为以前我写时候我学东西我去写作，当然，啊，你就会写作啊。先做请老师，我都走去台北，所以苗栗所以才讲无人爱来苗栗啦，哈。所以开始我就想讲，我一旦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要推动这个教育的工作，好。所以在开始啊，很热忱的回到苗栗的时候，其实不是很顺利，原因是因为他讲无嘛个感觉讲，音乐系党中央，可能喺环境呢部分可能还无。给你在两年前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普及，哎，对，普及，所以撑了好几年。后来哈，有一张就徐国志老师啊，徐老师，徐老师，那徐老师给本身呢，给都教育处做主任，秘书给讲，我啊带动啊哈，去学校唠唠啊哈，看哪个高中啊哈，认同你的想法和理念啊，给正经读到呀，哎。真的哦，我不能说我是三线这边，所以变成讲，我开始想法都哎都散，要去找好教诶，哈，差不多诶，但是无说真的无当顺利哈，开始就有一个高中叫钟兆良钟校长啊，钟校长，给他都通宵，国小当校长，通宵时候一些呢，嘿哦，讲诶嘿闽南语没好法，哎，所以很凑巧，但是要到高中啊哈，去通龙眼，就是讲，我们都来试试看啦，好，所以要从通宵国小都啊转美丽体检好高，好，所以徐国志老师，哎呀，钟校长，钟校长开始慢慢的就带领了乐团，整个的发展开始，整个蓬勃这样子，对，整个的发展。哎，感谢你真的懂得，今天的时间没办法讲了很多，勇敢算了，不怕。上来聊，最重要是大家去音乐会的背度，本人鼓励大家用音乐来交流感情，好吗？来，再讲一遍，上行台湾，新的九号在哪边？都按照苗栗的苗北艺文中心演艺厅。嘿，还你还在买票在哪边买嘞？哦，哎呀，都两厅院的售票系统哈。亚票应该是很有啦，哎呀，但是我注意到，我就赶紧去买哦。什么？哎，这个什么？哎，那音乐人也是我的诗人，好不好？李团长，什么？你今天来分享按到心情，还有按到感动。好，先祝福你音乐会成功。按支持，张来了，按支持，好不好？谢谢亚洲观众朋友。在这里有牡丹枪看到一只音乐人对音乐的喜爱，对土地的喜爱，还看到一只当坚强的阿爸。对这个来的启蒙，好嘞，运动一下，木子就出出了，记得哦，福气来了按个赞，好不好？运动一下，木子快。